也被工商发完了，被银大计算所开除的。哦，开除了呀？哎，那我这里啊，倒是有不少销售方面的工作，你看看你能不能胜任啊？只要是除了销售，别的我干什么都行。行，那我给你留意着。 有合适的单位，给你打电话，好吧？哎，我给你等信儿吧。那拜托您了。啊，行。啊。 哎呀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犯不着骗你。霍和元基金真的已经被锁里给收去了，钱也被工商发完了。你放心，我肖爽不赖账，我会想办法还给你们的。少废话！ 你给我听清楚啊！一周之内交齐欠我的十张饭卡，少一块的话，派出所会找你的，听见没有？你说我认识你，这帮人也够倒霉的。什么什么什么？说碰见这帮，真他妈倒霉！把我卖了也不止这么多钱啊！是，还差挺。上次那批元器件被所长没收了，有两个配件断货好久了，现在定，怎么也得一个多月呢。一个月？人家得从国外。我是来拿东西的。办法，办法倒是有，但在这儿弄，太扎眼了。 这个电路也可以使用半桥整流，只需要使用两只二极管，将两者的输出端相连，输入端分别连在变压器的两端。这个结构比全桥整流更为简单，但是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，时间也很紧。每个焊卡必须进行。